作为聚集亚洲未来领袖的精英平台 Generation T 的每一位成员一直秉持着热情和坚持去创造和改变世界。每年我们都会关注一个公益议题，而今年我们选择了和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合作，希望可以借助热心公益的青年精英的力量，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去加入美丽中国支教团队，一起成为乡村孩子们的英雄。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成立于2008年，每年我们招募优秀的年轻人去到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地区进行为期2年的长期支教。我们希望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够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和 Generation T 一起到我们上海纽约大学来举办这场青年责任社会创新的公益主题沙龙。三位分享嘉宾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当代的社会青年应该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推动这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这次非常荣幸能邀请到 Wendy 余婉婉作为我们 GNT 的代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作为美丽中国的青年顾问委员的经历。我相信他的分享以及启灿老师谢晨颖老师的分享能让学生们获益良多。关注是改变的开始，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带来改变。